新政府的目标就是要让台商立足台湾，布局全球，行销全世界，打造台湾成为经济日不落国。对内，我要协助产业持续升级转型，有更强的实力，符合国际市场的需求，站稳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地位。对外，我们会积极跟世界民主国家签订双边投资保障协定，创造互利互惠的投资环境。政府一定会做产业的后盾，让全球台商可以放心安心回台投资，也会鼓励在地企业跟留台湾，扩大对台湾的投资。我相信有各位台商先进一起来打拼，我们一定能够达到目标，让台湾的产业立足台湾，布局全球，行销全世界。